今日嘅主題咧係講呢個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呢個情況咧，呢個 topic 咧係比較大啦。咁當然我哋今日唔會講曬所有嘅免疫系統嘅整個系統，但係咧關於營養、運動、壓力管理咧，係嗰三大類咧，係覺得我哋覺得咧係好直接去影響個免疫系統嘅。咁我哋專門係今日就花啲時間去講呢三個環節。咁呢个三个环节咧，我就主要系讲呢个营养嗰方面。咁Renee 咧就会讲下边嗰两方面。咁、那个内容咧就会讲解一下俾你认识究竟咩叫免疫力吓、啊。另外咧就解释下咧呢、这个透过饮食点样去平衡翻我哋嘅免疫系统。原来咧运动咧同埋压力咧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影响很大，所以我们都要很积极去运用我们有的时间或者有的器材去做运动和管理我们的压力。那何谓是免疫力呢？这样那免疫力是人体与防卫我们病毒细菌的入侵，甚至我们压力的入侵添，即系时间咧，即系对呢、这个外来嘅入侵咧系好重要。呢、这个免疫系统咧，个细胞咧喺我哋身上咧系过亿计吓，佢主要嗰、那个系包括咧就呢、这个淋巴啦，同埋呢个呢、这个吞食细胞嘅个细嗰、那个一类。咁佢哋个。作用是做些什么呢？他们就是做这个消灭啦和清除的那一方面。对于这个细菌啊、病毒啊和真菌这类呢，他就可以就是这些的免疫系统的细胞呢就是 做一些清除啊和消灭的作用。另外呢这个免疫系统呢都要负责呢去将我们老死了的或者变异的细胞呢要杀除。今日不会讲，但是这个呢是涉及到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会引致有癌细胞的增生啊，那是那一方面是有关的，是直接有关联的。另外呢有些是变异了的细胞，变异了的细胞又是跟这个癌症有关啦。当然这个是同埋咧，嗰、那個又會同 over 即係過度免疫系統而產生嘅有關。咁喺免疫系統嘅器官裏邊咧，有分兩大類。咁一個係依個叫做中樞免疫嘅器官。咁而中樞免疫系嘅器官咧，係包括呢個胸腺啦，同埋骨髓。咁佢係由呢兩個地方咧。个位置器官咧，让到呢啲嘅免疫系统嘅细胞成熟咗，然后通过血液同埋呢个淋巴嘅系统咧，而运送去外周嘅免疫系嘅器官。咩叫做外周嘅免疫系器官咧？就外周嘅免疫器官咧，就分布为呢、这个黏膜啊。譬如鼻黏膜或者眼的黏膜啊，那方面淋巴管啊、皮肤啊、扁桃腺啊、淋巴结啊、皮脏啊，同埋淋巴管吓，咁遍布好多地方嘅吓，咁而今次冠状病毒第一个入侵嘅地方咧，好多系呢个黏膜嘅，咁所以咧啲人话建即系医生就建议避免接触眼耳鼻，就是那个防线呢就很容易被这个病毒呢是入侵。那在这个免疫系统如果过低的时候呢，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容易呢就是产生就是感冒或者发病或者感染这样啦。那所以呢同一时间就是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吃同一样东西，但有些人呢就吐泻，有些人是没事的。那跟这些是有关的直接。咁另外咧，係會同一種病，譬如糖尿病，但係有啲人個併發症係好高嚇，
但有些并发症呢是没什么并发症，我们看到它。这个、这个、呢跟本身的免疫系统又有关系。另外呢就是会引致癌症啦、增加促进这个、衰老啦，或者呢、康复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譬如人家感冒两日就好，一日就好了。咁有啲咧，成兩三個星期都唔得好嘅，或者搞到成六個月嘅先得好。咁呢啲咧係免疫系統過低嘅原因。咁除咗免疫系統過低嘅時候咧，免疫系統咧亦會有機會係過高嘅喎。嚇，咁過高今日就唔講解點樣點解會過高嚇。咁但係咧我哋可能好熟悉嘅就係當免疫系統過高嘅時候咧，我哋咧係對很容易過敏，對一些譬如塵啊、花粉啊、食物啊、藥物啊，其他人都沒事，但是呢偏偏我們有某種人呢，一部分人呢是對這些是很大敏感的。那有些時候呢是發生的地方呢都不一樣，譬如平時我們見到 的病呢，譬如內風濕啊、紅斑狼瘡啊，同埋一型嘅糖尿病啊，呢啲咧系表现喺呢个过度免疫系统有关嘅疾病。咁而影响呢个免疫系统因素有好几大类吓，今日唔会讲晒呢七类吓。咁咧，但系咧，我哋想提醒咧，就系饮食、运动、基因啦、年龄啦、生活嘅习惯啦、压力啦、睡眠啦，起了很大的作用。先讲一下饮食先吓。饮食呢，我们中国人是食以民为天，个个都很喜欢饮食。但是我们原来呢如果吃得啱的时候呢，会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呢免疫系统的细胞呢是很需要我们食物里面提取的能量和养分，而至到呢令到它正常的运作。在研究很多研究临床研究呢，发现营养不良的人呢受到病毒感染啊，或者发病的频率啊，或者的时间的长短呢是有 很大的影响的。特别在今次的冠状病毒里面呢，我们特别发现疗养院的人呢他们本身因为疾病啊、年老啊，而引致到他们受害啊，那个严重性，这个冠状病毒得之后的并发症啊，那个严重性啊，很高咯，甚至死亡率呢在那里特别高的。这个是其中的原因。另外呢就吸收得吸收 不足够的磅量或者微量的营养素呢，都会呢导致这个营养不平衡。什么叫恒量性的营养素呢？恒量营养素呢就是给我们能量的，譬如这个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这些是恒量性的。水分这里是错了，水分就不算，水分是没有能量的，给不到我们能量。但水分很重要，虽然它不是恒量，但 是必须的重要性 的。另外呢，我们想讲的微量的营养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的营养。先讲一下这个碳水化合物先。不是个个人都了解什么叫碳水化合物，但是个个都很喜欢碳水化合物。因为研究发现呢，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给到我们身体和这个免疫细胞呢最大的营养素。即是它会直接呢令到我们的血液提升啦，能到很快速地令到我们的能量提升。所以一个运动员呢必须要吃碳水化合物。你只是给肉啊，只是给脂肪的食物，它是跑不快的。OK？ 特别呢如果你血糖低的时候呢，你一定要
最好就是給碳水化合物、啊、碳水化合物在、刺激我們人體、啊、很多方面、啊啊、會令到我們很開心、啊、特別我們吃甜的東西、啊、我們會一下子很開心，會提升我們的 serotonin、啊、原來呢這個碳水化合物呢、啊、有分幾大種的，雖然我們、啊、一些的 food manufacturer 即是那些、啊、製造食物的人呢就知道我們的弱點、啊、那呢專門呢整埋曬啲呢好好吃嘅嘢、啊、即係全部係精糧精白米、啊、個個都知道雪糕啊呢啲、啊、甜品啊嗰啲嘢，個個都會覺得啊，即係嗰啲係送禮佳品、啊、即係朱古力啊，係咪啊？嗰啲係令到你一下子呢一諗起呢就心情呢已經開朗曬，好開心㗎啦嚇。咁、啊、你可想而知佢嘅魅力何在。咁另外即係但係咧，我哋喺營養啊、角度嚟講咧，唔係淨係乜嘢令到我開心喎。原來咧，呢、這個碳水化合物咧喺呢個對呢、這個啊免疫系統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咁但係過量嘅甜嘢食啦，精糧咧係會削弱我哋嘅免疫系統喎。咁邊一啲嘅免疫系統啊、碳水化合物對我哋免疫系統啊、好啲嘅咧，即係會啊。補充最大量的呢其實就是很明顯的就是粗麥、啊、譬如燕麥、啊、少量加工的食物的食材、啊、水果、啊、蔬菜、啊、豆類、啊啊、那類、啊、那些呢、啊、以前呢就覺得這些很難吃、啊、不過現在呢越來越多 的專家、啊、營養學家、啊、在這個方面 在菜譜配搭方面呢他們整到那些食物呢越來越好吃了，咁呢個係佳音嚟㗎，對我哋嚟講嚇。咁、啊、所以咧，我哋要多學點樣整啲健康嘅食材，又好食嚇、啊，又對我哋免疫系統好嘅。咁呢啲啊嚇，呢幾年咧就啊，我哋都好有福氣。咁誒個小 tips 咧就係、是、嚇、啊、多學習點樣用啲糙米啊、燕麥啊、加啊調配喺我哋嘅飲食裏邊嚇，呢、啊這個係好重要。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纤维、维他命、矿物质是未被这个加工、去除的、啊、因为加工去除了是刚刚是食物的表皮的部分、啊、很不幸呢表皮呢我们觉得浪口不好吃、啊、但是呢我们在加工过程里面呢就去除了很多这些矿物质了、啊、我们要找一些好方法呢令到它呢又好吃 又对人体有益、啊，另外呢是豆类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呢都算是喜欢吃豆，黄豆、啊、黑豆、啊、眉豆、啊、通常煲汤都放的，这些豆呢但不好碰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就煲汤但不吃的，就想着它煲出水就可以了，这些是错误的，其实呢尽量呢是都要吃一些食物、哦、吃它它才可以、啊、吸收、啊、豆里面、啊補充的、啊、高蛋白和低脂肪的東西、啊、裡面的礦物質呢含的鎂啊鈣啊都很高、啊、另外呢就、啊、即少一些添加糖分啦、啊、糖雖然是碳水化合物，但是原來水果啊或者甜菜頭啊很多食物本身呢它是有些甜味的，譬如肉桂啊本身有甜味，建議呢就是將這些呢是本身甜的東西添加在、啊、菜譜裡面，不要直接是咁，系唔系咧都要加糖吓，就避免咧呢、這个啊吸收咗啲冇营养价值而引致我哋肥胖嘅风险。另外蛋白质方面咧，就系、是、蛋白质咧系制造同埋修复呢个免疫系统细胞嘅。咁啊，我哋建议咧啊，美国嘅啊最新嘅指南咧建议啊，你嘅热量咧系啊要食10%到35% 吓。的蛋白質是什麼，大約是多少呢，大約四分之一的碟的份量、啊、即是每一餐都要衡量一些、啊、蛋白質、啊、蛋白質當然不限於這個、啊、肉類啦、啊、乳製品、啊、豆類呢 又是碳水化合物又是蛋白質，這個呢我們有一些小 tips 的就不必呢就對這個蛋白質呢、啊、取得過量、啊、建議呢就是、啊要咧，食一啲咧蒸啊，即系瘦肉啊，或者
少啲脂肪嘅蛋白質啊，除咗魚類之外嚇，魚類咧佢個脂肪咧通常係呢個 omega 三啦嚇比較多，咁所以咧就肥嘅魚咧可以食，但係肥嘅豬肉啊、肥嘅牛肉啊呢啲咧都盡量係少啲食好嚇，盡量咧食一啲咧少啲譬如雞胸肉啊、豆腐啊、堅果啊咁豆類啊嗰啲咧，雖然佢本身有少少脂肪，但係咧嗰啲脂肪咧都係對人體比較好啲嘅，就係因為佢係少啲飽和脂肪嘅緣故。啱啱先講到脂肪嚇，脂肪咧係係一個又係對呢個免疫系統有關嘅，因為佢可以保護呢個免疫系統細胞嘅壁膜啦，就令到佢更加健康啲啦。同埋咧，容易咧就可以吸收咧重要嘅维生素。点解细胞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呢啲维生素呢？原来咧呢啲嘅人体所需嘅维他命 A 啊、D 啊、E 啊、K 啊呢啲咧好重要嘅吓，即系你需要佢先可以生存嘅。如果你唔食足够嘅脂肪咧，喺你个餐里边咧，你系好难将呢啲嘅维他命吸收去个身体嘅，咁所以咧吓，因为佢系可溶于脂肪嘅，咁所以你食量里边咧建议咧唔系话乜嘢都唔加油，系需要适量都加翻啲油吓，适量提取翻啲脂肪吓，唔系所有脂肪都坏嘅吓，特别咧系食物嘅本身咧有好多食物咧，譬如果仁啊。種子類啊、豆類啊、魚類啊，它本身就已經有這些的脂肪，而且這些脂肪呢是我們身體所需的要的，即是 Omega 3呢它認為一個可以抗炎症 的作用啦。那這些脂肪不單止有自己的作用，而且呢幫助我們吸收這些好的可溶於脂肪的維他命。咁另外喺水果里边咧都有其他嘢脂肪喎，譬如牛油果啊，咁都系一种好嘅脂肪吓。譬如橄榄啦，有一个好嘅脂肪可以软化我哋血管啊，咁样系好大嘅作用嘅。但系建议咧就少啲食一啲嘅奶类、肉类嘅脂肪吓，或者油炸或者特别加工嘅，或者一啲咧系即系人工制造嘅脂肪咧。是对我们呢不是那么有益。微量营养素呢就包含这个维他命啦和矿物质的。我首先讲解一下维他命啦。所以呢维他命呢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啦，它必须是依靠食物或者是外在物质摄取的。那我们身体没得自己制造维他命的，所以一定要靠外来的source 去摄取啦。有13种不同的维他命啦，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功效的。它们主要的功能呢就包括维持细胞和器官的正常功能啦，还有促进成长和教育发育的。那我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呢都非常重要啦。特別是維他命 A、維他命 D、E、B6 和 C 的。咁維他命咧有分兩大種嘅，有啲係叫做水溶性啦，水溶性嘅維他命咧就包括維他命 B 同埋維他命 C。咁咧水溶性咧咁特，點解咁特別呢？就係你就算食幾多都好啦，佢你多餘嘅維他命咧都會從汗水或者尿液排出的，所以吃得多是沒用的。那呢另外一種維他命的種類呢就叫脂溶性啦，就包括維他命 A、D 和 EK。 那呢它特別就是在於呢它的維他命呢它多，即是它多了的維他命呢其實是會在身體裡面儲存的，就不像是水溶性那樣。咁脂溶性多咗嘅咧，佢就會儲存喺個肝臟入面啦。咁我哋睇下究竟我哋邊度可以攝取 A、D、E、B 六同埋 C。咁維他命 A 咧，主要係喺肝臟啦、奶啦、深綠色同埋深黃色嘅蔬菜同埋水果入邊揾到嘅。
例如是深黄色的，例如是cantaloupe， 即是蜜瓜啊，番薯啊那种啦。跟住维他命 D 呢，可以在蛋黄、奶、肝脏和鱼那里啦。维他命 E 呢就可以在绿叶蔬菜啦、植物油啦、全麦的谷物啦，同埋果仁入面可以找到嘅。咁 B 六咧就系、是可以喺肉类啦、家禽类啦，例如鸡啊、火鸡啊、鱼啦，同埋谷类入面都有嘅。咁维他命 C 咧就我谂大家都熟悉噶啦，就有一啲金骨类嘅水果啦，即系大酸嘅，例如系柠檬啦、奇异果啦等等啦，士多啤梨都有好多维他命 C 嘅，番茄同埋西兰花。咁其实咧，主要咧，如果你嘅饮食够均衡嘅话咧，你绝对可以喺日常饮食之中咧，其实可以已经摄取到足够嘅维他命噶啦。咁就尽量食多啲新鲜嘅食物啦，同埋少食加工嘅嘢。咁咧就好似呢幅图咁，尽量食七彩颜色嘅蔬菜同埋水果，包括系红色、橙色、黄色、深绿色。越多颜色咧，就代表你越吸取唔同嘅营养素啦。跟住我哋睇下维他命 C。咁而家尤其是而家肺炎咧，就好多人就想抢维他命 C。咁我哋究竟睇下维他命 C 咧，究竟可唔可以帮助我哋预防呢个上呼吸道感染？咁咧就经过看看，即多項研究顯示啦，其實補充劑咧就的確係可以縮短感冒嘅過程啦，同埋緩解症狀，但係咧佢唔可以幫助我哋預防感染嘅機會嘅。只要係一啲好極端嘅環境入面啦，例如係啲好凍嘅環境入面啊，或者係本身高運動量嘅人士啦，例如係跑馬拉松啊，或者係士兵嗰啲人咧，服用呢個維他命 C 咧，先至會減低患病嘅機會率嘅。所以對於普通人嚟講咧，服用呢個維他命 C 咧，其實係唔會幫助我哋預防感染嘅機會噶嚇。咁所以尤其是而家呢個 COVID-19 咁新咧，基本上係未有呢個研究去即係證明呢個維他命 C 同呢個新冠狀病毒嘅關係啦，所以就即係唔好立亂信出面嘅資訊啦。咁有邊一個容易缺乏維他命 C 咧？就係、是、第一飲酒嘅人啦，因為飲酒咧係酒精係會利尿啦，咁所以咧酒精係幫你排出你身體入面嘅維他命 C 嘅。咁所以即係飲酒嘅人就可以即係考慮一下補充維他命 C 啦，或者食多啲蔬菜同埋水果啦。另外咧就係、是、有吸煙習慣嘅人啦，咁因為吸煙香煙咧係會增加身體入面嘅自由基啦，咁維他命 C 咧佢係有一個抗氧化嘅作用嘅，所以佢可以即係減輕煙帶嚟嘅破壞啦，所以食煙嘅人咧。都其實建議補充下一下，即係補充多啲維他命 C 嘅。咁同埋尤其是喺飲食當中啊，唔中意食蔬菜水果嘅人咧，即係佢哋都即係大啲嘅機會咧，去缺乏維他命 C 嘅。咁我哋究竟要食其他維他命 C 要幾多維他命 C 先至夠咧？咁就即係。呢、这個建議攝取量咧，男士18歲或以上咧就需要90微克啦，女士咧成人咧就係要75微克嘅。咁咧就正如我所講啦，吸煙嘅話咧，你需要官方就建議啦，你需要額外嘅35微克。咁上限咧就係2000mg 啦，即係大概，譬如你食一包維他命 C 咧，大概係兩包到就已經係2000mg 噶啦。咁咧劑量過高亦都會有佢嘅危險啦，佢會即係太多嘅話咧，你會可能出現腹瀉啦、嘔心啦、肚痛啦，或者係
头痛等嘅症状嘅。咁尤其是系患有长期肝或者肾病啦，或曾经患上肾结石嘅人咧，都唔建议食超过2000微克嘅。咁佢等诶，而家讲矿物质啦。咁咧，矿物质其实同维他命其实系一样系咁重要啦。佢系同维他命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咁佢哋有好多种唔同嘅矿物质嘅，有钾啦，有镁啦，钙质啦，铁质啦，锌啦，钠啦，即系平时讲嘅盐啦。佢哋各个有唔同嘅功能嘅，但系咧佢哋主要嘅功能咧就包括有帮助神经系统传导啦、心脏跳动啦，同埋帮助我哋嘅体液平衡嘅。咁有啲咩食物系帮助我哋补充矿物质呢？就是基本上其实每一即系缺乏任何一种咧，对我哋都唔好嘅。但系咧就有三种嘅矿物质咧，就特别系对我哋免疫力咧系有重要嘅功能啦。第一个就系锌。咁咧就系贝壳类啦，例如蚝啦、蟹、龙虾等等啦，肉类啦、家禽类啦、豆类、果仁同埋奶咧，都有好丰富嘅锌嘅。咁铜啦，就一样贝壳类有好多嘅铜啦，肝脏啦、麦麸，即系好似麦麸基本上系麦出面嗰阵啦，rough 嗰陣啦，豆類啦，同埋果仁，咁同埋最後一樣咧就係叫做硒，咁咧佢就魚類啦、貝殼類、肉類、蛋黃同埋一樣堅果叫做巴西堅果，咁呢一張圖咧就有咁樣一粒咧好大粒嘅，就好似手指公咁大粒啦，通常喺超市入面都會見到嘅，咁一粒咧係非常之豐富嘅硒。咁咧，咁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矿物质啦，但系基本上咧，好多果仁咧都有好丰富嘅矿物质嘅，咁所以多食呢啲啦，同埋即系正如同维他命一样啦，只要你嘅均衡飲食咧，你都会好即系好好有机会咧会摄取非常之足够嘅矿物质噶啦。咁究竟我哋需唔需要食补充剂咧？维他命和矿物质的确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只是负责维持我们的免疫力健康。有研究显示补充剂是可以改善免疫力的，但是呢我们现有的研究呢就只限于营养不良的人士，就对于普遍大众营养是 OK 的。對於即係食過量嘅咧，即係或者食超過建議嘅份量咧，其實係未必有提升免疫力嘅效果。同埋你食補充劑咧，更加會提升你食過量嘅機會啦。咁食即係食過量咧，亦都會對身體帶來傷害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食物咧其實係最佳嘅營養來源嚟嘅。食物和補充劑有什麼不同呢？食物呢其實比補充劑多很多好處的。三大好處呢就包括第一啦，其實食物呢比起 supplement 的營養呢是更加多的，因為食物本身的構造是非常之複雜啦。如果你即有均衡的飲食，你吃不同的東西的，那你不同的食物呢就大家互补不足啦，就带来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的。第二件事呢就是纤维啦。有很多蔬菜水果都有很丰富的纤维啦。他们不单止呢纤维是拿来就是帮助你就是维持肠道健康啦，但是他还可以帮你减低胆固醇啦，管理血糖和减低心脏病的风险。咁第三樣嘢咧，食物先有嘅嘢咧，就係抗氧化物啦。咁抗氧化物有咩用呢？就係我哋生活當中咧，我哋會自己製造一啲自由基啦。尤其是譬如你吸煙，
咁呢啲自由基咧對我哋嘅細胞都造成好大嘅傷害嘅。咁呢啲抗氧化物咧，佢就幫你殺死呢啲自由基啦，咁從而就減輕呢啲自由基對我哋嘅傷害啦。咁咧食物嘅主要來源咧就係嚟自蔬菜同埋水果嘅。咁而家講下腸道健康同埋免疫力嘅關係啦。咁我哋个肠咧，其实有上即系上千万种咁多嘅细菌啦，佢哋有分好嘅细菌啦，同埋唔好嘅细菌嘅。咁有好多研究显示咧，譬如有啲病，例如系炎症性嘅肠病啦，同埋肥胖等等咧，其实系同我哋肠病呢啲细菌嘅平衡失态咧系有关系嘅。咁咧其实。个关键咧就系、是、在于，我哋点样去平衡啦？即系我哋尽量咧就增加啲好嘅细菌啦，同埋减少恶菌。因为恶菌咧点都会喺度嘅，我哋系即系视乎点样去增加好嘅细菌嘅啫。咁咧点样去增加好嘅细菌咧？就系、是、食多啲纤维啦，因为啲好嘅细菌咧其实系好中意食纤维噶。所以如果你饮食当中你加多啲纤维，例如系蔬菜水果啦。全谷类啦，呢一种都会即系当系一种营养嘅补充品俾呢啲细菌，咁呢啲细菌好中意咧，佢哋就会留喺你个肠入面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是、除咗你要增加佢哋嘅数量之余咧，你都我哋都系要睇下细菌嘅多样性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嘅饮食够多元化嘅话咧。你腸入面的細菌呢亦都會跟住好非常之多元化嘅。咁同埋呢你可以即係你哋可以試下食一啲含有益生菌嘅食物啦，多數係出現喺發酵嘅嘢食嘅，例如係芝士啦、乳酪啦、泡菜啦，同埋一種康普茶，即係而家越嚟越普遍呢就係、是、一種發酵嘅嘢飲，同係一種茶嚟嘅，但係佢就加咗佢哋加糖啦，同埋加咗一啲細菌咧發酵而成啦，咁就係一種好似果醋咁嘅甜甜地嘅嘢飲嚟嘅。咁有好多因素咧，亦都會導致我哋嘅唔好嘅細菌喺我哋腸入面增加嘅，例如係營養不良啦，飲食唔均衡啦，特別係食好多高糖啦、高脂肪啦。好多fast food 嗰啲啦，同埋咧濫用抗生素啊，因為抗生素咧，顧名思義，佢幫助我哋殺細菌噶嘛。但係殺唔好嘅細菌之餘咧，佢係亦都係將我哋腸入面好嘅細菌都會殺死埋嘅。所以咧，濫用抗生素咧係對我哋嘅腸道其實係非常之唔健康嘅。咁其實咧總括啲嚟講咧，飲食最緊要。均衡呢件嘢非常之紧要啦。咁咧，啱啱 Esther 提及到我哋个碟，通常咧就系、是、最好半个碟咧就系、是、装满唔同颜色嘅蔬菜。咁咧就即系确保我哋唔同嘅营养都会吸取到啦。四分一个碟咧就系、是、蛋白质啦，另外嗰四分一咧就系、是、淀粉类，但系咧就即系尽量食多啲全谷类啦，例如系。紅米啊、糙米啊、麥片啊嗰種啦、啊，咁就水果咧，即係每餐都可以食一份咁樣啦、啊。你可以作為一個甜品或者小食都得嘅。咁飲品啊，咁飲品我哋即係如果少飲奶嘅話咧，通常咧都比較易缺乏呢個鈣質啊。所以咧，如果譬如飲品，你可以飲。一碗骨汤啊，或者是你对如果你对牛奶敏感啊，你可以试下饮豆奶啦、杏仁奶啦，去补充呢个钙质嘅，咁就保持你骨骼健康啲啦。咁另外而家讲完饮食之后咧，另外影响免疫力嘅因素咧就是运动啦。咁我哋睇下运动点样对免疫力有咩影响咯。咁好多研究顯示咧，每週運動五天或以上，比起冇運動習慣嘅人咧，感染上呼吸系統疾病嘅機會會比較低啦，同埋咧症狀同埋病情會比較輕嘅。咁同埋咧運動有抗發炎嘅作用啦，
同埋幫助我哋平衡呢個免疫力啦，減低我哋感染嘅機會啦，同埋咧可以幫助控制血壓啦、血糖、膽固醇同埋體重嘅，去維持我哋嘅健康。咁我哋要幾多運動先至足夠呢？最多最新美國體力活動指南建議咧，成人每週至少咧就建議做150分鐘中等強度嘅大氧運動啦。咁咧每週至少兩日咧就做呢個承重訓練，或者叫做即舉重啊或者阻力嗰啲都得。咁我哋咩叫大氧同埋承重咧？我哋陣間會逐一講解。咁就最緊要咧，就係循步漸進，即係就唔係叫你，如果你平時唔做開運動，你第日就要跑馬拉松咁樣，就唔係咁樣嘅。即係最緊要咧，就根據翻你嘅喜好啦，同埋你個適應力啦，就每日即係循步漸進咁樣去增加你運動嘅密度咯。咁咩叫大氧運動呢？大氧運動帶俾我哋嘅好處咧，就係佢可以幫我哋改善心肺功能啦。咁中等強度嘅意思咧，就係我哋當我哋做呢個中等強度嘅時候咧，我哋心跳同埋呼吸咧會比平時快嘅。但係咧，你仍然可以講到嘢嘅。但係如果你講唔到嘢嘅話咧，即係已經屬於好即係非常之強嘅強度啦。咁但係即係中等強度咧，你係一路喐佢都可以唞到氣，同埋你講到嘢嘅。咁有咩例子呢？就係、是快步行啦，踩下單車啦，跳下社交舞啦，做下伸展嗰啲啦，同埋咧去下後花園打理下花草啊，做下家務啊，嗰啲都算係嘅。咁而家講下承重訓練啦。承重訓練咧，就唔單止係幫助我哋變大隻啦，其實對我哋非常之緊要。佢可以幫助我哋嘅肌肉變得更加強壯啦，同埋咧幫助保持我哋骨骼嘅健康嘅。咁可以考慮下用道具啦，例如係啞鈴啊，或者阻力帶啦，或者一啲健身嘅波嗰啲啦。但係咧冇器材都可以嘅，例如係你可以爬山啊，或者行下樓梯啦，或者喺屋企咧，亦都可以做下掌上壓啊，嗰啲都可以訓練到肌肉嘅。咁點解鍛鍊肌肉咁重要呢？就係、是、以下有幾個即係、就是、經過研究證實鍛鍊肌肉嘅好處啦。第一就係控制體重啦，因為咧增加肌肉量咧，佢可以其實促進我哋嘅新陳代謝嘅，咁促進我哋新陳代謝咧，即係代表話你就算坐喺度，你消耗嘅能量都比起一個冇肌肉嘅人咧，消耗得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從而就可以控制你嘅體重啦。第二樣咧就係佢可以減少你腹部脂肪嘅積聚嘅，咁有好多即係研究顯示咧，腹部脂肪其實咧係同一啲心臟病同埋糖尿病同甚至係癌症咧都有非常大嘅關係，咁所以你即係腹部少脂肪咧，即係亦都係代表你內臟入面咧都少啲脂肪啦，同埋減少就即係從而可以減少患病嘅風險啦。第三樣嘢咧就係、是。你多啲肌肉嘅話咧，其實可以幫你控制血糖嘅水平，尤其是咧係當已經患上糖尿病啦，你血液當中有多餘嘅血糖咧，你多啲嘅肌肉咧會幫助你儲存血液當中多餘咗嘅葡萄糖嘅，同埋咧佢可以提升胰島素嘅敏感度啦，去幫你控制翻個血糖嘅。咁你同埋第四樣嘢啦，鍛鍊你個肌肉更加強壯咧，咁就代表你會即係少啲機會跌親啊，同埋減少呢個骨折嘅風險嘅。咁好啦，而家教你點樣去有啲小 tips 去點樣即係檢測自己嘅肌肉量啦。想帶出一樣嘢就係、是、體重咧，其實唔可以反映身體嘅成分嘅。即係代表話咧，譬如你
體重好輕啦，唔代表你嘅脂肪好低喎、哦。亦都話，如果你體重高咧，亦都唔代表你係肥啦，同埋脂肪高嘅。咁身體成分咧係取決於你嘅肌肉啦、脂肪啦、骨同埋水嘅比重。咁咧呢幅圖就喺度即係顯示到啦，佢哋一樣重嘅，即係脂肪同埋肌肉咧，大家都係兩個兩個公斤，咁但係你睇到啦，脂肪咧比起肌肉更加大嚿，咁即係代表話咧，肌肉嘅密度係比脂肪高好多，即係肌肉咧其實係即係細細嚿肌肉已經比起脂肪咧重好多噶啦。咁換言之咧，一樣嘅體重咧，你可以有唔一樣嘅脂肪同埋肌肉嘅比例嘅。咁即係例如左邊呢個人咧，佢個肌肉就大啲啦，脂肪少啲啦。但係右邊呢個人咧，佢個肌肉少啲，但係脂肪比例高啲，但係佢哋亦都可以係一樣嘅體重嘅。咁以下呢啲係有啲點樣去睇到你自己有冇啲肌肉流失嘅跡象啦？平時咧呢啲就係我哋即係我喺醫院即係做嘅時候咧，佢會幫病人檢查究竟他們肌肉有沒有流失的啦，那呢就主要是看他們對腳啦，如果他們對腳，即譬如問他們、有沒有四肢覺得沒有力啊，又或者是、比起以前覺得走路久了就會即覺得很遠啊，那這個 是肌肉流失的第一個警號啦。第二樣呢就是你的四肢會比起你的身體更加幼細，即會不對稱的，譬如你的身體其實本身不是很瘦的，但是你的即是手手腳腳、啊、都是幼的話呢，就代表你的肌肉 不是很足夠啦。還有嚴重起來呢，就好像這幅圖那樣，當你對腳這樣提高的時候呢，你會見到大髀下面有一條線啦，就代表這些 是肌肉量不夠的症狀來的。還有你的骨頭那個骨呢是非常之突出啦，就代表你肌肉即係你膝頭哥出面嘅肌肉咧唔夠包住你個骨啦，所以咧你個骨先會咁突出啦。咁就呢啲通常都會喺營養不良嘅情況或者人士入邊先見到嘅。咁就第二樣嘢啦，就係留意你哋嘅鎖骨啦。如果個鎖骨通常即係女士啦有鎖骨就唔係話好出奇嘅，但係咧如果嗰個骨咧係喺你個膊頭入面突咗出嚟嘅話，即代表你就一是即是过瘦啦，又或者是即是肌肉量咧唔足够，或者是第三样咧，你可以睇下你哋个太阳穴啦。如果你个太阳穴系非常之凹陷嘅，就好似呢个人咁样咧，就有啲营养不良嘅征兆噶啦。咁就即系点样预防肌肉流失啦？就系、是非常之重要咧，就系、是、肌肉要即系饮食要够，要足够。就是因为呢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当你飲食不够的时候呢，你身体会处于这个饥饿的状态啦。你的身体饥饿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是会将你的肌肉去分解啦，然后去换取做能量的。所以如果你当你吃什么都不够的时候呢，你肌肉呢都会即是个量都会不够啦，尤其是蛋白质啦。因为肌肉其实是蛋白质来的，那如果你吃得不够蛋白质的话呢，你的身体也都会消耗你的能量，消耗你的肌肉呢去换取你蛋白质的需要的。那就同埋呢，饮食是负责维持你的肌肉量啦，不比它更加即是消耗你身体里面的肌肉啦。但是呢，你要你的肌肉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呢，你是需要运动的。尤其是係即係你鍛鍊你個肌肉啦，阻力或者承重訓練咧，都會對練肌肉都有幫助嘅。即係啱啱所講，譬如做下呢啲阻力帶啊，或者練下舉下啞鈴啊，或者屋企冇哑鈴咧，都可以試下舉啲重嘅水樽咧，都會有效嘅。咁另外啦，而家講完飲食同埋運動咧。其實睡眠和壓力咧對免疫力都有很大的影響嘅。咁我哋睇下壓力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咯？
咁咧，人體長期面對壓力嘅時候咧，我哋嘅皮脂醇會增加啦。咁咧，皮脂醇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嘅免疫細胞數量會減少嘅喎。咁就即係話咧，免疫細胞減少，我哋就會冇咁多，就好似啲士兵咁樣，就佢哋啲士兵少咗，咁我哋就冇咁多人去幫我哋打仗，咁就會令到我哋免疫力失衡啦，同埋我哋感染嘅機會亦都會大啲嘅。咁我哋壓力帶嚟嘅影響咧，就係當我哋免疫力減低啦，我哋就個感染機會會增加啦，會炎症亦都會加劇啦，例如心血管疾病啊、皮膚病等等啦。自身免疫疾病，啱啱所即係開頭所講嘅，例如係紅斑狼瘡症啊，或者係一型的糖尿病咧，佢哋都會惡化啦，同埋傷口愈合會延遲啦，甚至係會增加癌症的風險嘅。咁我哋而家講下點樣去減壓啦。減壓第一個方法咧就可以試下深呼吸啦。咁深呼吸咧，其實咧可以幫助我哋減慢我哋嘅心跳啦，同埋穩定翻血壓嘅。咁就令到身體唔會處於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啦。咁就基本上咧，就可以每日都可以試下嘅，就揾一個即係平靜啲嘅環境坐低或者瞓低，咁就盡量眯埋眼啦，放鬆全身嘅肌肉啦，用個鼻即係慢慢呼氣，呼到咧係吸唔到氣為止嘅，咁就再慢慢咁樣由口或者鼻去將個氣呼出。咁就每次练10至20分钟啦，就即系喺你好紧张嘅状态之下咧，练咧就特别有效嘅。咁第二个方法咧，就系营养都非常之紧要嘅。咁就点解咧？就系我哋当个人好紧张或者好受压力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生理需求都会比平时高嘅。咁就更加要注意饮食啦，防止更加多的營養流失啦，咁就食多啲營養價值高嘅食物啦。如果我哋想解悶啊或者止口痕咧，試下咬下蔬菜條啊或者水果啦。啱啱 Esther 都有講過啦，我哋當我哋即係緊張啊，我哋中意食啲好甜嘅嘢啦，因為咧即係呢樣係真嘅，就係你食甜嘢咧會更加多的叫做 serotonin， 咁佢就呢啲叫血清素啦，就令到个人咧开心啲嘅。咁但系即系 instead of 拣啲好高糖嘅嘢咧，就试下拣啲淀粉质，即系高纤维啲嘅全谷类啊，例如系啲全谷嘅麦饼干啊，或者系即系麦皮啦，即系总之多纤维嘅嘢啦，同埋咧，譬如暖嘅食物啊，令到我哋都即系舒服啲啦，即系冇咁大壓力啦，咁就暖嘅食物就可以試下飲湯啊，或者食下呢個燕麥粥嘅。咁就即係盡量就即係唔好食啲營養價值低嘅食物啦，例如高糖啦、高飽和同埋反式脂肪嘢咧，反而係會增加身體嘅壓力嘅。咁同埋咧，酒啊同埋咖啡因咧都會佢哋會利尿啦，所以咧，就令到我哋身體入面嘅營養流失嘅，所以即係壓力大咧，反而就唔好食呢啲嘢，就即係食多啲營養價值高嘅食物啦。咁另外一個方法減壓咧就係運動啦。咁咧大量運動咧就令到個身體分泌多啲安多芬啦，令人即係產生快樂嘅感覺嘅。咁就可以試下跑步啦、跳舞。踢下波啊，打下篮球啊，或者甚至你做任何你中意做嘅运动咧，都可以减压。例如可以试下做下瑜伽啦，可以试下即系任何啊气功啊嗰啲都 OK 嘅。咁就即系主要系即系令你开心嘅嘢就 OK 啦。咁你可以试下叫埋屋企人一齐做啦，同埋即系搵个盘去做咧，就更加即系更加有趣味啦。咁另外啦就，減壓咧，充足嘅睡眠係非常之緊要嘅喎。咁就其實咧係一個循環嚟嘅。如果咧你壓力太大咧，就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啦，會令到你瞓唔著啦。對有啲人嚟講，咁但係咧你瞓唔著，你睡眠唔夠嘅時候咧，
睡眠不夠是會提升身體裡面的壓力荷爾蒙，令到你更加大壓力的，那就又會影響你的免疫力啦。那就即如果你有即困難睡，即睡得不夠的話呢，就即找盡量去找幫助啦，又或者去找一些方法令到自己睡好一點啦。那就每日睡幾多少才健康呢，就是成人18至64歲的人呢，每日至少睡7至9個鐘啦。65歲或者以上呢，就建議我們睡7至8個鐘的。那呢，就更加多的壓力管理 tips 啦，就是呢個個人即管理壓力的方法都很不同的，你可以即遠離壓力的源頭啦，尤其是現在即很多負面的資訊啊，或者你覺得新聞上面有很多東西令到你好個人很緊張的，那就即盡量不要看啦。就算現在譬如 share to in place， 你都可以打給家人啊，或者好友去傾下偈啦，或者你在家很忙的都要記得休息啦，做你喜歡做的事啦，同埋呢最重要呢是學識欣賞生活中的小事啦。就每個人都不同的，正如我所說，就最重要呢就是找你對自己最合適和有效的減壓方法。咁就作為一個總結啦，就係咧，其實維持免疫力咧就唔係咁複雜嘅啫，就最緊要咧係保持健康。咁正如我哋所講啦，免疫力咧有好多因素去影響嘅，年齡同埋遺傳咧，我哋未必可以做到嘢去改變啦。但係咧，我哋可以做到嘅，即係我哋可以改變到嘅嘢咧，係有運動啦、飲食啦、睡眠、壓力和我們的生活習慣。那處理好這麼多東西呢，對我們免疫力呢都是一樣那麼重要的。那就還有呢，尤其是現在就是譬如肺炎啊那些，有好即的確有很多公司是藉著這些機會去謀取奪利啦，那就即是他們會可能放一些不可信的資訊啦，咁就即係唔好盲目相信網上面唔可靠嘅資訊啦、啊。就盡量咧，就係即係主要係均衡飲食啊、定期運動啊，同埋良好嘅壓力管理咧，你個免疫力就會好噶啦。有關其他健康主題的更多信息，請訪問美亞醫療集團健康教育網站。如果你中意依個視頻，请俾赞同订阅我哋嘅频道，以获取更多视频。